你们的那个灯架可以组装在一起的哦，快干了，要赶快组装在一起，灯架合在一块。如果不够胶，再上一点点。不要放哎，可以放一下没关系，因为它要等它完全干。好。尽量不要折到灯片哦，折到灯片就有折痕就不好看了哦。它灯那个灯架可以平放着，可以对称，不要这样子平放，三个点着地，对。它还没干。它这样比较受力均匀。三个点着地哦，那个会比较好。